给你磨来了。我那就我那家亲戚一天两夜，我操，那就我。
I
多了吧？嗯，像差不多了。把比沙还要上来做。下车了是吧？
I
反正我是不担他。来，邓州的，邓州的啊，下车到门口走了，邓州的啊。哎呀，可倒霉。来，邓州，邓州的啊。可倒霉啊！你走人了。Thank you.
湾人，全都是河南人，都是河南的。我们河南话做的有你的，那挺会走路，挺会走，咱们河南人都没有你。是你，我看你喝了不少，我今天喝两口。哈哈，我喝两口不当心了，是吧？我差不多一九了，我说的话，差不多一九了。郑州市地处豫西南。以后以后我还是越越越让我都喝。享有中国第一旅游城市称号，是中原仙府当时明珠。郑州历史文化悠久，距今有6400年。郑州作为世界邓姓发源地，可追溯到周代。邓小平《邓氏家谱》记载：“我姓始于周之邓。”列车正要到达邓州车站的，请请在邓州车站下车旅客，请带好随身携带物品，到车厢入口等候下车。哎，这人他不要他了。那个他不是原则。嗯。那死了。哎呀，对。正是主要的是人。北宋福圣寺塔装饰上的明朝的为国家级文物。明朝时期的北宋寺塔装饰为国家级文物。唐宋三杰韩愈、寇准、范仲淹先后在郑州任职。范仲淹在《画中七艳》写成《千古名篇·岳阳楼记》。旅客朋友，列车现在到达邓州车站，提醒在邓州车站下车旅客，列车停稳后请按先后顺序下车。列车在本。